不知道你们玩纳克露露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这里有我击败蟹箱后发现草里残血的干将，明明一个大招就能把它收掉，结果大招却没有释放出来。慢放一下，看这边干将出现后，我第一时间交大拖出，听到指示器和地面上都已经出现了大招的行进轨迹，但就是没有释放出来，十分的无奈。峡谷成败就在瞬息间，这种情况我在玩纳克和赵云的时候都有遇到过，绝非偶然。我拿双杀甚至三杀的局面就直接葬送了。这个新版本的新问题不知道啥时候能解决。撇去这个不谈，纳克在新版本可以说是打野上分的首选，遇到对面韩信打野的情况，我们尽量选择红开，记住要在红后草这里蹲一下，预防他使出无影步悄悄的进来。这局他没有来反啊，要是他过来反的情况怎么应对呢？这边也和你们说一下，韩信想要无影步进草得用一技能的二段跳，也就是说他跳进来的时候身上是没有任何技能的，结合边路队友锤他直接就一血了。一分钟的中和蟹是一定要抢的，相当之重要，跟你们对比一下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。拿河蟹前，拿河蟹后，有了这大半管经验，上野区我们只要拿蓝就可以升级大招了，而韩信得先收三狼再打完红才能升四，所以进攻敌方红 buff。 按双眼时间推算，现在他应该还没有打完红。你以为我会一三技能收红吗？对，韩信他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会过来抢，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四把开局。有时候想法放得长远一些，受益的也会更多。这个抓人思路你们学习一下，以后肯定用得到。最舒适的抓人手段是对面不知道你要抓他，只有这样敌人才会放松警惕。韩信要是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冲他来的，他肯定头也不回就跑了。线上藏波兵就四级了，一样可以带节奏，现在被我打回家了，出来还没蓝，节奏直接就崩了。这干将也一样，我刻意不往小乔的方向走，就是向他表明我对他没兴趣，开大招只是为了赶路，等小乔吹到的一瞬间直接补足伤害带走。现在韩信状态不好，而且二蓝要刷新了，那现在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，先把他打残，韩信他肯定过来抢，二蓝再放掉他这把就没得玩了，一三直接带走。哎，不是，那我一把释放顺序搞反了，再来一次。韩信就是这种英雄，他很需要发育的，尤其是他打不过你的情况下，带着队友多来蓝区逛逛他就炸了。之所以推荐你们玩纳克露露，就是这英雄不需要很高的操作，上手容易伤害又高。现版本不流行刺客打野，能拿李白韩信的都是信仰玩家，但那可不同，技能机制让他打脆皮有高爆发，打肉有百分比扣血，而且出招上把名刀换成板甲就可以完美的切合版本。最后出招奉上红野刀、李抗鞋、战斧、破军、板甲、碎星锤、铭文，当然隐匿百分。Thank you.